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来看这个《火影忍者》有淘汰赛那个第一天的那个五家战斗吧。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看吧，看看他们的打法啊，我们直接见一下。昨天还看到有那个隐疾战斗，我今天看了就要没看到了，不知道隐疾战斗跑哪去了。早上把它录下来，早点录下来更好。第一届的五家战斗好像每天我都录下来了，大家可以搜一下看，应该还有吧。我们去看他打法。直接被他劈掉了。这边看一下，这边鹿丸是血量已经不多了啊。他司马还那么多血，一个大招直接把鹿丸劈了。欲を守ることが俺の役目だ。他这边的他司马应该挺溜啊。戦闘開始。麦克，哎，他能不能摆挽回败局啊？应该来说五家战斗应该是都能让他挑五个。哎，没打到，这下阿斯玛，不过阿斯玛那个技能可以延迟爆炸的，麻烦了。好，就是这个技啊秘技啊，阿斯玛刚才停顿了一下，个回旋踢，又有一个踢，二技能啊，没打到。哇，阿斯玛直接开，就开大招啊，这么快。哎，他既然有分身，他居然这么快开大招，跟我一样心态太急了。其实再多耗一点时间应该还是没问题，多耗一下对方的血啊。戦闘開始。反正我们看的肯定是不懂他打的时候的心情，对吧？也是被打得很焦躁的时候，就是急着就直接就什么都不管了，直接大招就开掉了。但我们这个再回头看他们打的时候，就感觉有点可惜了，对吧？哎呀，一劈大招！哎，一个分身躲了一个，对方也是在对方有分身情况下直接开大招啊，这下麻烦了，没分身，没分身的情况下有危险啊。不过麦克凯的技能挺容易挣，挺容易挣分身的啊。哎，下招。居然给他弹开了啊！没打到，没连到。哎，两个人都没打到。我操，这把应该是名人月明啊！勝負あり。戦闘開始。阿斯玛的吧？阿斯玛也是挺猥琐的一个啊，哎，直接被定住了啊，可能阿斯玛还打不过啊，我又被抱住了，哇，炸，现在直接被炸飞了啊，一个飞身，飞旋呢，飞身螺旋丸啊，哎，没连上啊，后面都没连起来。这时候鸣人的血也已经不多了啊，基本上鸣人会败局啊。没有，看来是我预判错了啊。哎呀，我还是没预判错啊。最后一滴血被伊洛卡打的，那伊洛卡肯定死了，这就那么点血。对方虽然没分身，随便戳两下。啊，还是能赢的啊！这边的金马里肯定赢啊！怎么这么快换大招？这是疯了的状态呀、啊！难道这种人还要逆袭吗？被一滴血逆袭，那就很溜了啊！不给他打到一滴血，还能大招又换了啊，还能逆袭的话啊！啊，好像差点被他勾住了。
这金巴利也是被他打了一半血了，要是伊鲁卡血再多的话，可能还伊鲁卡还会赢啊。赢不赢还要看最后了啊，他又被困住了，只有十秒钟，就看伊鲁卡能不能把握机会来出来大反攻了。一下啊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时间到了，被耗死了。最后一点时间有的时候还更难打一点啊，因为大家都是比较那个啊，就是都比较想赢啊，他又不想那么快输啊。我们看第二场啊，第二场是33区的326区，反正一尾鸣人啊，反正这忍者都是随机选的啊。战斗开始，开始就开闪电啊，开火哦，被千叉插住了。这边是带着那个冰盾啊，冰封啊，冰盾是吧？但没冰盾人，没冰到人啊。这态势看过去好像应该是左就会赢了啊。哎呀，左就放慢了一点啊。这个再不讲就让大家虐掉啊！这么被插死了。戦闘開始。暗部卡卡。哎，没插到。暗部卡卡刚好那个技能，那个普攻可以躲啊！这下直接被灭了，被秒杀了。这暗部卡卡连血还没去一滴哎。他的这个佐助可能太想插他了。戦闘開始。看看一尾有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啊？啊，他用封印术啊，把那个技能封印了。但是普攻，这个阿姆卡卡也是挺没错的，就能闪来闪去啊，有的琢磨不透啊。我擦，不过这边我这个一尾鸣人也是很溜啊，我用一尾鸣人还运不来啊，有的时候运的不通啊。毕竟一尾收集一尾鸣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啊。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收集的啊，然后做活动啊，或者怎么做任务啊，什么偶尔才能收。原本还以为一尾会赢啊，没想到给暗部反杀了。看来暗部也是好溜啊，低估了暗部的实力啊。战斗开始，暗部能力创伤，哇，直接把他的那个三十九标技能给破了，血量太少还是不行啊，经不住三十九标的砍，几刀就砍灭了。戦闘開始。喷了啊！看鹿丸，小鹿丸对这个，哇，三十九标的攻击范围好广啊！光刚砍就把这个小鹿丸砍快惨了，没有，居然在他的附近，在甘肃鬼家的身旁没问题啊。两个人的技能方向都是不在一条线上啊。哦，躲过了技能，哎呀，太快了，跳到他身后，我擦我擦。要死了，鹿王要输了啊！这样子没机会了。啊，还有机会啊！我被鹿王逆袭啊！这都行啊！好溜啊！我还以为鹿王要挂了，没想想还有一个逆袭、啊。干涉比较也太激动了啊！这个没有机会，这边没有隐疾任务啊，我们。回到第一天啊，我们一天一天录啊，哎，第一天还在前面啊，我觉得第一天有三个视频了，对吧？第二天怎么才两个视频？还说五家视频怎么才三个视频？这一季也
这一季怎么好像还没上一季的视频多、哦？上一季的是前面五六天好像都有五个视频，现在才三个。小李打泳装妹子，泳装的苍蝇。哇，被套住了。又被踢到天上去了，都有分身躲开。哇，闪电有的时候确实很烦人啊，就特别是在放技能的时候老被他闪电定住啊，然后技能老是被他破掉，一个技能被他破了就要等好几秒了，差不多八九秒左右才能有一次再换一次技能啊。妹子就这样被炸掉了，泳装都被没了。这个是不是女玩家头像都是这么运女性的头像、啊？哎呀，破晓丫丫，这有点像女性玩家的名字啊！哎呦，差点被砸到了！这极光景也就和泳装景也没什么区别了啊，反正就差了一个那个普攻之后有一个状态啊。这小李太不懂怜香惜玉了，一下子把两个妹子英雄吧，妹子忍者虐得这么惨。哎呀，不行了啊，景也要挂了，没血了，景也再给他闪电劈一下就死了，他还不舍得劈他吗？啊？最后还要给他铲一下啊，还要吃一个爱心对吧，享受一下美女的爱心啊。戦闘开始，现在这边就录完了啊，这边的李洛克还好多啊。我操，还有这个小李哥杜门里啊，提分里啊，没错的。看一下怎么样，一上山、啊，哎，跳上去躲过了他的影子术啊。小鹿啊，我看也不行了，血量就剩这么多了，糟糕了，不吃那个大招，再输了就是了。就算再给他一个技能打一下就死了。不用技能，闪电就劈死了。那好吧，那我们第一天就录完，录制到这里了。明天换第二天了，一天天来啊！好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点击订阅，点个赞。